到的地方最好。嗯。Flower， 紫阳花，也叫做绣球花，它正在盛开。现在是二月哦，那三林溪应该也快要开了吧？对，嗯，好美丽的花园。整理花园是需要用心的，不是想有就有。但是我是多么的幸运呐！可以到这儿来，只要不下雨，我就会来这里绕行一圈。对，什么都有，就像我妈妈说的，人只要活着一口气，你什么都会有的。那我现在就是有我的油画，但是我是属于不懂行销的那一个。哎。我们来吃一个奶酪好了，走到这里来了，好美丽的小姐，我现在这里可以吃什么呢？你如果说是要没限制的话，主要就是奶酪，然后像巧克力的话，巧克力的话，这个是拿着吃的，对，就是它是罐子装的这样。是我不能吃 chocolate， 因为我现在医生说我不能一直在吃糖。那如果这样的话。奶酪一瓶多少？一瓶是70元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在这里吃一瓶奶酪。不过我家有乳酪，怎么办？改天，因为我冰箱好多，买了两条。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。对，我吃过。那我们改天好吗？好。OK， 我会常常过来。没问题。嗯，因为我就住这附近。嗯，谢谢美丽的小姐，挥挥手好了。对，你看多么可爱啊，对，出来就可以遇到很可爱的人。好，今天就暂时不吃了，然后录个五分钟，看享受田园之美。家里冰箱的食物要先吃完，嗯，不然的话也不行。对，好，是，嗯。去看妈妈，然后因为实在管制的太有一点离谱了，我也只好认了。对，心里还是就这样子吧，再走一圈，嗯，五分钟很快就到的。OK， 嗯 ，Sunrise Sunset。哒啦哩哒啦哩哒噔噔，哒哒哒哩哒哩哒噔，哒哩哒啦啦哩。